大家好，马蹄很多人都爱吃，而且营养丰富，无论是生吃还是煮着吃都是非常好吃的。马蹄虽然好吃，就是上面表皮太难剥了。今天分享一个快速剥马蹄皮的小技巧。首先，马蹄里加入适量的食盐、小苏打、清水。食盐能够杀菌消毒，小苏打有去污能力。将马蹄抓洗一遍，清洗干净后放入大碗中，再次放入清水冲洗一遍，然后用刀切去马蹄的头尾，现在马蹄只剩下中间这层皮，然后用削皮器很容易就把皮削掉了。非常的简单又快速，几秒钟就能削好一个。全部削完放入清水中，提前放点食盐，将马蹄再次清洗一遍，接下来用马蹄分享一道美食。锅中放适量的清水，加点冰糖熬至融化，熬成这样有密集的气泡就可以了。将马蹄放进去，小火不停地翻炒，炒至马蹄都能裹上糖液，即可关火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冰糖马蹄就做好了。吃起来又脆又甜，润肺化痰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